胸部有没有顶到你？有，幅度从50多到110都有。哇，很快耶，64、62，我自己的，我个人就味道。哦，有一些人身上有味道，真的不是。你们俩气毒者，好像没有，香的，你们俩是气毒者啦，香的味，有香的，香的。姐姐不要再禁止了。要做什么样的互动？棒式，不错。你躺着就好了，他在上面做棒式。哇塞！哇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哇！一呼，一呼，一呼！我会了，你们都误会我了啦。心跳多少？130。130。误会你怎么误会了？什么东西？收看《麻辣天后传》，老娘说的算。美人鱼，美人鱼，大高潮，好美啊！美人鱼，是的，是的，今天啊，今天服装虽然很漂亮，但是有点累赘。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主题，你就知道了。好兴奋，好兴奋！今天主题是什么呢？今天主题是面对鲜肉，你能不心动吗？不是吧？发我们来的时候不用这个主题啊，不是鲜肉哎，他是叫我们分享育儿经哎，对呀，怎么回事？在装吧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跟老公认识的，对不对？生产的没关系，现在退通告都来得及，你们退啊？不行不行，我们出道20几年讲的就是经验，来了要录完，职业道德，职业道德。观念很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今天我们有国师来耶，哦，就是国师叫把脉国师，把脉，把脉啊，大高潮就是把脉啊，不不要挂，把脉也是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欢迎邱永林，国师好，先讲一下各结婚几年，哎，这代表什么呢？各结婚几年代表他饥渴程度到什么程度？哦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心跳到什么程度？哦，我跟你讲哦。今天有没有写切结书？万一自己突然暴毙，根本节目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脑溢血，脑溢血，马上疯，女生也会马上疯。不是，难怪我想说，怎么那么多龙岩人本站在外面干什么？不是，你们太奇怪了，怎么会有人还没有开始量那个杨浩如你就106心跳，是怎么回事？真的，我其实心如止水，但我真的是遗传的关系，我心脏比较弱，所以平常就跳得比较快，真的是遗传。我跟你讲，我才是心如止水。待会我要测哦，我要测每个人真的真的一手上去的时候，去感受的时候，尤其结婚越久越恐怖。有几年？我今年第8年，八年差不多了啦，八年差不多了，7年都过了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可以诱惑。100多是正常的，我就说遗传呢。没有，他的100多应该可能是来外面玩的时候就开心哦，在家里到60几，放风的时候60几，不要讲60几这样跳门跳，一直都威势大发，一直都是100。然后徐小可几年？7年哦，对，开始养了。哇，我跟他报告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也结婚15年了。哇，你最久，15年哦，养2次，就是。15年真的所有的招有什么止痒妙方？没有，15年是所有什么招都知道了，对，对不对？你要什么新招吗？没了啦。徐小可的心跳是多少？100，105，跟我差不多啦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要讲，因为我敏感带在耳朵，所以那个地方夹的是耳朵太老了，这根本不用测啊！干嘛翻白眼啊？刚刚真的假的？我又没有办法，我耳朵不行，一夹他就紧张了。所以你跟阿Ben就是基本上他只一直在吹你耳朵而已，一吹耳朵就怀孕，好特别，一吹耳朵我就知道要干嘛。哦，所以真的没办法，耳朵没办法。天哪，那刮台风的时候你就爽到翻，吹头发才开心吧。我进百货公司那个电梯门电动门打开的时候就好，好脆弱的女人，好脆弱的女人。开房间，你们家都开窗了。这女生到底有
多开心呐、啊！现在才知道，马上还男生都没出来，你们聊得这么开心。我没有开心，我们何玉文几年？我是五年多，哎，我是对我应该最晚，我最晚结婚，最晚生小孩。对，但是你的心跳最低耶。我心跳最低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小孩未满一岁，产后荷尔蒙影响。我现在低潮，会冷感，我会冷，因为他们说哺乳时期那个妈妈一定要冷感，才能让你的孩子平安长大，要不然你很快会再受孕啊。就是你要在这种，你讲的好像他们没生过小孩一样，有有有，不是的，真的接着生啊，因为毕竟就已经行尸走肉了，还在解释，真的，在家里赴死鱼了。我看今天最开心应该是 Vicky 姐，真的。出来走一走，出来走一走，真的放风。这样好了，他选两个好不好？我们就选一个嘛，因为姐姐给他选两个，姐姐要的都给他。姐姐其实没有那么胆敢。你是说现在是在走 Friday 那个？真的，就是你点两个，你到哪里？何宇文，姐，我帮你选两个啦，怕我扛不住。没关系，我们只能做到让你解渴，不能让你止饥啊。你几年结婚？他先十五，跟你一样，跟我一样，15年啊。待会挑了之后，他会跟你互动。好的好的，一起做该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猛男要来喽，来来吧，欢迎六位猛男出场。等一下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这两个饥渴的人，就是移过来一点，我们移过来一点，移过来一点，移过来这边，你把把挪到这边，这边，好，这样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摸一遍，对。哎，每一个，我现在跟一个一个介绍好不好？一号叫 Vic 吗？对，他有出过书哎。哦，什么书？脸书，没有开玩笑，是啦，他真的。他脸书粉丝有7万人呢，哇！这样会不会就让他知道他是帅的了？他出过一本书，而且有讲人鱼线，哇！我可以，你手可以拉开，我看一下你身材吗？好，定点就好。不然他把裤子拉一下，哦，他有人鱼线啊！哦哦，我可以看一下背后吗？一号转身，哇！背肌，对，好壮。好，二号是。一位作家哦，作家兼健身，斯文型，对，而且他很白，他有才华，又会写诗。背后我们看一下好吗？可以看一下背后吗？哇，他有那个腰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是最近我在学健身，有没有？你看那个翅膀夹得起来，你看夹翅膀那个最漂亮，有没有？昆迪，你把手放进去，快点让他夹你的手。夹住你的手哎！哦，夹死我吧！是没有被门夹过，你懂吗？夹死我吧！你这种鬼话你也讲出来？哎，你要不要听听你们上一段讲的那些话？那一段还要说，我都不好意思听了。林毅都生气了。好，三号他的职业我倒觉得有点怪，但是。他有参加马拉松赛，哦，可以理解运动的人，运动，哎，马拉松选手持久度都很好哎，运动可以长程的，他不是持久度有列入考虑。邱医师，你这一集会尴尬吗？我讲的是不合理的，因为马拉松不是要长程，不是邱医师不尴尬，我们都尴尬。邱医师，你要自己测一下心跳，搞不好180哦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我不要爆发力，我要持久度啊。老公到底哪里亏待你？不是，我是说，老公怎么了？老公，我这个老才能陪我持久度啊。宇文，你刚才心跳是多少？我很棒，我最正常，76。76。他现在应该要。那他现在要不要先套住，先让他先摸一下三号？好啊好啊。我的天！我让你套一下。你那么爱持久，你过去啊！你再怎么呼吸都没有用。再往前没关系。我会瑜伽呼吸，瑜伽呼吸没有用了啦。在这边。你龟息大法都没用呢，瑜伽呼吸。对啊。好。哇哇！受过伤哦，姐姐帮你修修。你这里有一个刀疤，姐姐帮你修修，好可怜哦。哇塞！修修他一下。慢慢的母爱。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我帮你上药。啊！加
心跳多少？心跳现在到底多少？他心有没有在跳啊？哎呦，现在心跳最高有到110下。哇！看到了，刚才才76。不是不是，66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老公，我只是关心一个年轻人的未来，我希望他健康。你看他身上有疤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，这种鬼话。我觉得他的工作，他的工作应该是在户外。我个人觉得，户外做什么？油漆吗？类似就是你要摸着告诉我。水电工，水电工在户外。阿贤，户外就这样。因为发到阿贤的那种，有没有？就是你说装第四台的那种吗？就是那种摩托车啊，然后有在装修，装修啊，装修，洗玻璃，洗玻璃。你的心跳好上上下下哦。就是离开他就低了嘛，碰到他就高了嘛，离开他就低了，碰到他就那心跳还正常吗？非常不正常，快暴毙了，继续下去有心率不整的危险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我继续摸下去，我可能快放回去，又爬上去了，爬上去了，不守妇道的女人，有没有在？要不然你来摸，你敢讲？你来摸还好，我对他还好。徐娇可来，徐娇可来。你最喜欢的是？不是他身上香香的，我喜欢这个地方。哦，这一块啦，这一块啦，这一块算里肌肉对不对？嗯，不知道。哎呦，我碰到你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有电到的感觉？我碰到你的头，你现在手指头麻麻是正常的吗？是正常。你要摸一下，你老师现在手指头麻麻是正常的吗？它像几分熟？看牛肉几分熟？快点，像牛肉几分熟？我手有点冰哦。好高哦，徐小可跳得很快耶！哇，徐小可，徐小可，你是爆料啊！你要爆料啊！好，你爱家都给死你了！徐小可，你有点爆料，徐小可大爆线呢！完了完了，是一度冲到120，阿边情何以堪？120哦，你手离开就掉下去，你看，我不是手离开完全掉下去，我不是手离开，我自己转头看到邱医师就掉下来。没有哎，老公应该没这个吧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啊，就当作我强迫你的这里。提供杯啊！你要提供杯那吧？啊，救命啊！巧克力醋鸡哦 ！Oh my god！ 哇塞！不行啊！空气是色气，他现在心跳已经不正常到奇奇怪测不出来。对呀，那心跳怪到有点。而且他 happy 的程度又上升了。他好，你好绿哦。太久了，看他心情多好，绿是心情好，对不对？是是。我跟你讲，闷太久了，谢谢您带来愉悦，真的。谢谢三号，谢谢。我要看四号喽。哇，四号这很高，适合杨浩。天哪，他是个冠军。什么冠军？什么冠军？举重吗？篮球冠军，他是打篮球的，而且你有胸毛哎，哇，杨浩如的最有毛，他是直线连到事业线，这边往这边往前走一点点，来，杨浩如就你了啦，杨浩如，李毅牵他快，李毅过来，又高，你又喜欢高的，来，杨浩如请出列，哇，胸部一直大。新南散发阵阵体香，引来众人皆抢闻。他胸部有没有顶到你？有，幅度从50多到110都有。哇，你快点，情绪62，我自己的，我 care 就味道。哦，有一些人身上有味道，真的不行。你们俩气毒犬，好像没有香味。你们俩是气毒犬啦，香的味，香的香的。姐姐不要再禁止啊！我死要救命，有男的味。可怕！你好像，你好像妈妈桑哦。你看我刚好，他这样子如果轻搂着我，哇塞，刚好是平行式，好主动哦。他胸部有没有顶到你？有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完全，而且的肩膀好小哦，他好瘦哦，你看他好瘦。因为金姐，你知道我不
算小只的，对，我不算小只女，所以我需要有一个那种厚实的肩膀，让我是有小鸟依人感觉。我觉得女人需要那，哎，你们在装什么？对啊，在装什么？可以啦，我姐有事要问，因为她觉得胸部顶到她，那你觉得还有什么？她说她胸部顶到你，对，什么东西顶到？我可以再感受一下。Vicky 姐 ，Vicky 姐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笑的比较多，我笑得很不容易。其实他们多希望跟我一样啊，他们都放不开。你的心跳好上上下下哦。对啊，你上下它幅度很大，对不对？幅度从50多到110都有。十多，你快点，情绪62，对，情绪有点不稳定。就是绿色的那一条，情绪很好，62。是，越现在离开他又不好了。对，快快。因为基本上我其实是个理智的人。那你可以帮我测试，麻烦你帮我测试。有没有看到大家反应？然后我们全部都这样。我其实真的是个理智的人，但是你要让我情绪波动真的不容易。你可不可以？但我愉悦是可以的。看看他可不可以一手掌握这样子，一手掌握我吗？对对对对，他要一手掌握我，不是你一手掌握他了。你丢搞我力啊！我想说你在哪里要求啊？这节目怎么做啊？做我也做，太温柔太宠人了。因为我们是彩虹频道啊，你们哪些戏要掌握哪里啊？掌握他哪里？他的兴奋度有上升。对啊，你要一手掌握他，尽量一手掌握，尽量一手。哇塞！你不要逗我，看一下。哇，他兴奋指数一直往上走哦。对。哎，可以，很开心哎，很可以。可以看一下背后吗？手背蛮壮的，他手背练到是合不起来。你可以手背给我看一下背后的肌肉。他屁股好漂亮哦。哎，他也有疤痕哎。对啊，秀秀他。对啊。问他哪里来的？问他谁？我最喜欢带点江湖味的，因为你知道我跑新闻出来的。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我们今天找来的不但身材好，而且是脸蛋好。对。真的吗？脸蛋也好哦，真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自己啦，我 care 就味道。哦，有一些人身上有味道，真的不行。你们俩气毒酒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，你们是气毒酒啊！你气我干嘛？快点，香的味耶，香的还香的。姐姐不要再矜持了，有男人味，有男人味，有男人味，别再憋了，男人味，男人味。擦什么香水啊？它是 OK 的，那 OK 的，香的，男人味，它是香的耶。好，那这样5号6号一起出列，去了，不要害羞了。哎，这两个最，这两个身材最好。对呀，对了，其实真的 hold 住顶岸，而且又挺高又挺高。这两手一手拨一个，中间，Vicky姐，你这两在中间，中间。啊，5号游泳教练，哇哇塞，有了他的肤色，看起来有像游泳教练。倒三游泳的人腰都很好哎，而且你看他这一块的，这我跟你讲，他们今天这两个5号6号这一块很漂亮，看这个，这叫什么线？这叫什么线？人鱼线，人鱼线。看这是6号 ，Vicky， 你不要一直在玩你的那个。不是啦，他一直掉，因为我可能太紧张，一直在抖，有没有？5号，先看几分熟。有手。哎呦，哦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开心哦！等一下，非常开心哦！等一下，我要捏一下手背。其实手背哦，啊，他喜欢，你喜欢这一段，对，你手可以伸起来。对，就这一段，这一段，你要人要进去啊。哇哦，好棒哦！哇，开心指数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6号要先介绍，嘿，他有参加过选美比赛，选美。健美的选美哎，哇塞，男生都要那一种，你可以那个用力看，让我们看一下那个身材吗？用力的感觉，好，身材来一点点。选美谁呀？哇，看他每一条筋，看他每一条侧面，而且纹理，而且讲真的，它是比例上面是最好，它是三角形，倒三角形，你胸部最出力一下，胸部出力一下，哇塞，讲出来，好硬哦，讲出来，真的很硬哦。几分熟？哇，全熟，真的全熟了，全熟了。而且你们有兴趣可以过来。而且真的很饱满，我讲真的，它很饱满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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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 ，Vicky 是全天下最伟大母亲，对啊，4个是自然产，她难得吃肉呢。OK， 可以可以，摸一下腹肌，那我们就跳过5号来摸6号好吗？都可以，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很难得。可以看你们看到什么？因为待会你们就要自己选定一个，你们会有互动，爱的互动哦。5号6号要不要带回来？现在要先抢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抢完之后，我们再揭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自卫剪刀石头布，
赢的先选，那如果 double 的就举手。剪刀石头布，然后是要怎么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会太久。最不想先选的人先选了，先选好。哎呦，来吧，不好意思，阿Ben不会生气的，不会生气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你走好快哦。哎呦喂，嘴上不要，还小碎步前进。真的，你倒在那边，然后还故作玄虚，就是搞什么鬼啊？徐小可，好，二号，哦，他喜欢，他喜欢香香的，因为我觉得男生的味道真的很重要。跟我一样，但四号也香的，三号也香的哦。待会你要人机魏行男抢过头，杨浩如台下蠢蠢欲动，十个仰卧起坐谁做的比较快，他先选，就是他的了，对不对？快点，还是说不要不要？快躺下，快躺下。谁一直说不要不要的？大鱼小鬼真的表里不如一。我的我的我的，我选是六号，不好意思。没有没有？等一下，还没啦，我是每一把都做仰卧起坐。只看到身材哦，到那个脸蛋露出来之后，你们将有很亲密的健身互动。我选，我还是选二号。哎呦，有没有撞号的？有没有？二号感觉是宇文姐的菜，感觉是斯文款。他是对啊，脸斯文啊。但是我要跟小可竞争什么？仰卧起坐，你可以的，可以竞争。好啊，我就竞争了。而且你第一个快点跑了，我这个人欺负的。你明明想要的不是二号，我就是喜欢比，我就是喜欢抢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有特想要赢的感觉。就是十个仰卧起坐，谁做的比较快，他先选。开始可以抢到，就是他的了，对不对？快点，他一直说不要不要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快点，快点，你。我的，徐小可真的表里不如一耶！我的，确定了，何宇文 ，sorry 啦，动作太慢啦。不是，我不止，我也是大家躺好再说一二三的，不是？还是我们要一起躺好一起？哎，没有，那这种东西还在跟你一二三，我当然是主动先赢啊！我现在觉得，我现在觉得我快脑充血了，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，突然就。你先站在二号旁边哈，先勾好，先勾好，先勾好，他就是你的啦，意思，先勾好了。然后来，三位请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五哦，六号了，姐姐来了，姐姐来了，姐姐，姐姐，你不选六号不可能的啊，姐姐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，我选之前我要先闻一下四号到底有多香，男人的味道，男人味。你再闻一下三号，再闻一下三，再闻一下三号。你再闻一下我。三号是香水香，但四号真的是很天然，很天然香味，对不对？但我选是六号，不好意思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等一下，还没啦！我是每一趴都做仰卧起坐啊！还没啦！还没啦！好累哦！哎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你好贱哦！我是你还加拱桥。你在做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你。你在做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注意到你啦。Don't care， 我做的是个加拱。哎呦，我们要公平一点，我要公平一点点。我不服。公平，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开始哦。没有，让六号选，他到底要选我还是选？不行不行，我们一样。就是十下来，一起躺下，快点，一起躺下，躺好哦，躺好，一起躺好哦。我说开始哦，十下一人各算各的哦，各算各的哦。要压脚吗？要不要压脚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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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压脚。我跟你讲，哎呀，要压很花，我这个时候想要上来，我跟你讲，管他不用压脚了。加油加油！那自己把鞋脱掉，自己打他。加油加油！好，
加油，帮他算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不然他真的比较厉害，带我去健身，快点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啊，你们捡到石头布来吧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俩都快挂了，不要再抢了，不要抢了，不要抢了，不！哦，太好了！什么意思？要跳谁？跳几号？我们还有一三四五，我四号，四号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因为我喜欢这种瘦一点，是我的还是我的？你看，对对对对对，来，接着跳六号，来带开一点，带开一点，来来，那。现在有两位没有人选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号跟三号，嗯，来有配给你们，待会。哎，不是你们要做一下仰卧起坐吗？不用，不用，因为来了每个他们身材都很有看头，真的。待会就李毅帮我揭晓一号。好。那待会如果他没有那个亲密的运动的话，你跟他一起做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要揭晓一号的面具。好，来交给我。看脸喽。看脸喽！好紧张哦！等等等等等等，舌吻吗？不用舌吻。谁说？然后来了来了！一号23岁，好尿。23哦！上重机啊！上重机！上重机！好可爱哦！很帅，好可爱哦！我天哪！我一开始就我没有看到，我只知道。好可爱哦，融化了，好可爱哦，你好帅哦，姐姐想要照顾你了，回去了，这是我的，神婆啊，姐姐，神婆啊，你身材很好哎，这么可爱，很可爱，身材真的很好哎，重录，头好小哦，丁雅，请问一下，就是什么叫做饿挺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是一个极限运动哦哦，那我们是用徒手去做到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动作。徒手，例如示范示范，一个人做还是跟女生做？我可以哦。大部分一个人做，配给我的啦，是配给你的哦。需要一个人呢，还是两个人？一个人的，一个人的哦。他拒绝你嘞，好可惜耶。你可以先做给我们看什么叫恶式浮力挺身，对不对？好，先看一下吧。就一般人做伏地，你干嘛问一下名字啊？搜寻他。一般人做伏地挺身的时候，要加一下脸书，脚会放在地上。对，这是一般的伏地挺身。一般的伏地挺身。进阶一点的可能抬单脚。没错，进阶。那再进阶一点就是不用脚。不用脚。我给你们信息，我有讲啊，他们很肤浅，不好意思，他们一直都很肤浅的，我们伤心，不要伤心啊，不要伤心，好不好？三号叫什么 ？Sean， 健身7年，叫 Sean， 马拉松接力赛全台100名，哇，全台，快揭晓他真面目吧！我不相信，哇！哇，帅的耶！好 man 的脸吗？帅的耶！他是艺人的脸啊，而且鼻子好漂亮，你很帅耶，很帅耶！你的工作到底是？哎，好多人订麦给他，我做在联访广告的。中天现在中天记者访问，广告 casting 是什么意思？选角的。那你但皮肤很好哎，因为我刚刚是摸他，他有那个。他皮肤好好哦。那你是 casting 的，你的肤色是晒出来。我会去户外游泳。哦。对，我刚刚讲到马拉松，你们不在听啊？有。你看马拉松100名哎。杨浩如，你不要故意找话题啊 ！Sorry。所以你不是健身教练。哦，有的兼健身，有执照，多才多艺耶。你有缺学生吗？
就你，我愿意去上课哦，真的，因为我喜欢香香的。不是要接 one by one 的啊，对不对？一对一的。对，好，大家留着名片好不好？好。那现在我们从哪边揭晓起呢？快脑溢血了。六号吗？好哦。当家们先来吗？当家的先，你们竟然走当家，六号先来哦，中贤的啦！来，六号，不错，你跟他身高在小搭哦，比去过好太多。六号才27岁哎，哇！健身是兴趣哦，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厨师哎。加分，加一，请你帮我揭晓他面具。不会，我们都很优秀。陈德利，陈德利，是蒋伟文就好啦，没关系。人妻嘴巴坚决否认，心跳却非常诚实。要做什么样的护照？棒式的护照。你躺着就好了，他在上面做棒式。哇塞！多少？130。哎，误会你什么？误会你什么东西？好了，现在请你帮我揭晓他面具。不会，我们都很优秀。陈德利，陈德利，是蒋伟文就好啦，没关系。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盐店。盐店，盐店啊？对，还是台店？是我的本名。台店。盐店也有人这样叫。他是有被你电到了啦！你他是27岁耶，而且他真的，我就喜欢这种眼睛，就是单眼皮，但他眼睛很黑，黑人有神有神的。我这集值得了，真的。让你手伸起来，换个人让我看。我已经一下出汗，太紧张。不要紧张。我们刚刚讲说有亲密的，就是运动嘛。那你要跟那个 Vicky 姐 ，Vicky 姨阿姨 ，Vicky 姨 ，Vicky 姐，这样好吗 ？Vicky 姐，好，就跟 Vicky 小姐要做什么样的互动？一起运动。我今天就是有想到就做那种棒式的俯撑。哦，就是你躺着就好了，他在上面做棒式。哦，他是这样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撑30秒到1分钟，撑30秒，还会撑到节目结束。好，来，请躺下。Vicky 姐，来，我的天哪！来，你开始做你的棒式，没关系，你要来了，我要来了，好，来，我要来喽，来吧，呼，啊！开心吗？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对，我要看，我看他的开心指数。刚才最高有到105。哇！瞬间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你觉得时间会太短吗？短。有一点，就是好快哦。但是你可以做伏地挺身吗？哇！我要看一下这个角度。哦天哪！哦，我的天！哇！多少？130。哎，误会你什么？误会你什么东西？我怕他胸部碰到我胸部，我觉得这样很不礼貌。你看，所以我用手挡他，不要。也是，好，也是，好矜持，好矜持。大家回去都要个理由，对不对？总要回家的。那接下来，我爱红娘5号喽，5号，我再来看一下5号。他游泳教练嘛，因为我他叫做
鲁雄，他是一个龙舟选手哎。哇，多起的，超180公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待会要跟他做什么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想好了吗？划龙舟吗？你心跳多少？93。93，然后我看你揭晓了，来，你开，你把它拿下来。眼睛眼，不然呢？谁帮你开啊？大家要做运动哦。好可爱哦。我不喜欢扁的，对。哦，你眼睛好圆哦，好可爱。你眼睛好圆，好阳光哦，可爱耶，超阳光的，超可爱。妈呀，这么多年。想象他在游泳池扮演吗？游泳教练，多可爱啊！溺水了，救我！内裤，对啊，可以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我。金姐，你可以容许小妹我自己想一个剧情跟她。你想，你来你自己，自编剧情哎。对。因为这几年我蛮孤单的，我老公不常让我出门，我希望站在远远的地方，我就棋子，然后就把我抱起来，说我救了你，然后帮我转一圈这样子。哦，还夺标通常就是冲过去一脚把撞倒，就是也可以两种，要哪一种？我要把我抱起来，对，就是感觉第一名我夺标，我懂，这样子。你站前面，你往前过去之后，把他抱起来之后，你要做跪式。金姐，我先讲一下，是那个宇文在描述这些画面的时候，心跳已经到126。还没做就126，光有画面。我的妈呀！不是，他就是一直不断有画面。身为一个表演工作者，我的其实就是要想象力。演员梁朝伟也是这样，梁朝伟也是这样。不要把梁朝伟麦克风马上收了，快点，来，然后一起来音乐下 ，Go。声音要很小，才能做到哎。额头碰额头，快点！额头碰额头，哇！宕机，烧起来了，机器烧掉了。他心跳已经成一直线，你说停了吗？哎，我从来没有被人家这样过。抱一个，谢谢两位。新娘抱吗？哦，我不用来的。最后 ending， 对不起，正面抱，抱一下。哦，好，来回坐。接下来，浩如。好。浩如，你的四号。对，这应该在外形都跟我很匹配吧？对。真的哎，你那么小，到前面，到前面，大只腿，带到前面。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都是很优的。先开这个。真的，浩如，我先介绍四号，他叫 John。揭晓他脸部喽，没错，要猜心跳多少？心跳要直接猜是不是？心跳现在勉强还在正常范围，81，81，理性哦，来喽，他还没看到长相啊，自己拔掉心脏停了，哇，你混血哦，好酷的，好酷。你好，哎，麦克风，很热啦，因为他很热，他真的很像混血儿哎，是蒋友柏。你好，帅哎，你的真正的职业是什么？教练，你好帅哦，对啊，帅耶，真的很帅。你们去哪找这么颜值这么好的？教练，我今天怎么这么幸运啊？真的好会找哦，帅，佛心来的，佛心。我们今天是修到什么福啊？就是还好我没有抢到六号哎。Jones。哦，他叫 Jones， 快点 ，Jones， 对，哦，你好，哎，你肌肉会跳哎，你为什么要浅笑，然后胸肌这样一直跳这样子？那是不自觉，这不自觉的，哇塞，不自觉可以跳，不自觉的，这种东西也不自觉，所以你对我也有感觉是不是？你要不要穿透？你现在要窒息了吗？你刚刚有记得呼吸这件事？有，我觉得是兔子吗？兔子，哇
这算是蛮不错的答案呢。你站那边，等一下我好。立塔啦！跑走了。天哪！这个就是我做的我昨天说你很有用。你有没有特别的那个什么要跟那个浩如一起做？我很有眼光，对不对？选到你，你会觉得就是 meant to be， born to be。你等下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不用做，哇塞！等等，你就是当成我的公主，然后你只要 hold 住核心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，hold 住核心哎。然后我会躺着把你当杠铃推。娶她吗？对，哎，高难度，真的假的？太夸张，这比我刚刚跪着还厉害。对，高难度的，怎么弄？我最近好想看郭幸存哦，真的。好，你就当做那个杠铃就好了。好，你要全身硬硬的就好了。他转过来，然后背对，慢慢的下来，屁股先下。我会接到他。很难哎，这很难。哇，这高难度的，坐在他手上，坐在他手上。哎，你这魔术来的，立正，对对对。哇！好延展，很舒爽，你好厉害，我中吗？我中吗？不会。哦，那我刚刚有没有打到你一些不该碰触的部位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因为我那个重心不稳。你平常叫声这么难听吗？他那个我好怕，我好怕他撑不住，我会掉下来。开始之前有测到一下，到了132。哇，开始之前就132。现在已经150了。对啊，你想测测看吗？他尖叫这么多次之后，你想测测看我的心跳吗？你可以把脉吗？没有，可以放胸口测。他的胸部比你大哎，对啊，怎么回事？他胸部比你大很多哎，对啊，确定要吗？好可爱哦你。好了好了，带回去，带现在这边，谢谢谢谢，带这边，来这边，最后一组了。哎，徐小可好久成功，真的好紧张哦。来二号叫 B Fry， 看他的那个长相喽，来喽，最后一位哦，加油。啊，想一下在做什么姿势哦。我想好了，大家好，我就是 B-Fly， 哈哈哈哈。B-Fly 就是我本人，来，兵哥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兵哥。你要怎么做？你要做什么？好悲戚哦，好悲戚哦。抽到鬼牌，何俊，这边请。我想好了，大概六种动作。他心情如何？心如止水。你为什么要来？对啊，天地之大，不是大不到人。没有，礼拜是多少节目都在安排，你怎么不去？因为刚刚我录完上一集的时候，结果下去我看到，哎，奇怪，这些男生在排什么？我就排着跟他们一起说。在抽奖，对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不要生气。我们在昨天晚上12点，有一个叫 Wesley， 也很帅，他车祸。Wesley， 我一定要探望他。探望。我们以最快的时间能补到的就是 B Fry。你为什么最快 ？That's me。B Fry。B Fry。That's me。B Fry， 大 B， 大的 B 哦。大 B。Big fly 哦 ，Big fly 哦 ，That's me。You can fly， go fly。没有，没有。现在我们要做互动，哎，互动。规则不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对，等一下，这样子好了，我就加一点时间。哎，一号，两位，好，让你挑一个，来，两个一起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严重受伤，我要两个。一号，怎么会？我也会打棒球。你只能挑一个，然后做动作。你挑，没有时间，没有，我要退潮喽。怎样？哪一个？退潮了，我要退潮喽。一号。徐小可，确定了吗？我要退潮了。他喜欢，就不要退。不要退，我好不容易起来了。快坐。你来了。不要，我要退潮了。不要退，不要，他都只有极限挑战。一号，你要跟他做什么？就两个人互相辅助的伏地挺身。好啊，直接来。小可互扣，哎，我的妈呀！就是抓着吗？对，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应小可之要求哦。我们时间已经够长了，他硬要做的哦，阿 Ben。然后嘞？然后你做伏地挺身，我做卧推。
好，你做俯卧撑，你先，他推你，哇塞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不要说我们时间，我已经跑字幕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要退潮了，然后音乐直接下了，好不好？有事上奏，无事退潮。